已经来喽，已经来喽，走。哇，真的很帅哎，真的很帅哎。我就亲爱的各位来宾朋友们，让我们共同进入到我们的倒数的时刻。Please count with me， 倒数 ，5、4、3、2、1，Go！谢谢点亮。奔赴麦克斯潜力觉醒之夜的现场，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和大家相聚在这里，我是今晚派对的主持人 Edison 乐童。那刚刚一段热力十足的视频可以说是瞬间点燃了我们派对的氛围。我想问现场所有亲爱的朋友们，你们觉得主角帅不帅？是的， so ladies and gentlemen, without further ado, let's warmly welcome the Penfolds ambassador,The Nine, Liu Yuxin, 有请一些 ，Give it up。哇，雨欣你好，非常荣幸能够在我们的活动现场见到您。首先给等候多时的朋友们问候一下吧。Hello， 大家好，久等了，我是德泰刘雨欣。再一次欢迎唱跳俱佳的雨欣。哇，雨欣真的非常的酷啊，在这里非常恭喜您啊，在Q1 季度取得非常优异的成绩，无论是这个音乐、综艺、时尚等方面，可以说是成绩斐然。那如果说要给你的第一季度打一个分数的话，你一到十分你会打多少分？第一季度是哪个季度？一到四月。一到四月。一到三月。一到三月。一到十分打多少分？80吧。哇哦，因为四月还有网红对吧，还有新的内容产出。哦，刘宇先说话了，你给大家 update 了他最近的 schedule。 那其实刚刚我看到你来到我们的不凡空间的现场啊，大概的逛了一下，对不对？那觉得我们的不凡空间带给你怎样的感受？我觉得这里很特别，然后也充满了很多音乐的气息。对，没错，我们的不凡空间诠释的就是佳酿背后的不凡奥义以及熠熠生辉的不凡瞬间。那雨欣呢，作为我们奔赴麦克斯的品牌大使，在你心里 Penfolds Max 是一个怎样的品牌呢？因为奔赴麦克斯的品牌精神一直都是 X to Max， 潜力觉醒，我觉得很好的代表了年轻人的突破自我然后挖掘潜力的 X 精神。哇，这真的是和我们的品牌精神不谋而合。而且我觉得我们的雨欣第一次见到你，我觉得真的是成为大家万众偶像是有原因的，因为他总是在不断的 step out of the comfort zone， 不断的突破自我，坚持热爱，才成就了今天非常不凡的雨欣，大家说对不对？是的。那今天来到现场，我想问一问雨欣，在未来有没有和麦克斯一些新的计划呢？拿高一点。我也希望能和奔赴麦克斯创造更多的可能性吧。我觉得就是一切都是未知的，但是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觉得取个名字叫做 X 计划好不好？哦，那在这里我们的工作人员呈上了 X 计划的手牌，我们来一张照片。So our photographer, please record this moment。我们来一张，一起面向我们的 folks on camera。好的，谢谢。那其实今天在现场呢，我们非常有幸的邀请到了 X2 Max Party 的主理人富裕葡萄酒集团北亚区市场总监 Christy 也来到了现场。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 Christy。
欢迎 Christy， 欢迎您莅临我们的现场。Hello， 哇，举手投足之间都彰显着这个优雅和智慧。来，首先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问候一下吧。欢迎雨欣，很高兴又和你在成都见面，也欢迎来到奔赴不凡空间成都的小伙伴们，欢迎大家。谢谢我们 Christy 莅临现场。Christy， 我听说您今天专门为雨欣准备了一个 surprise， 对不对？对，因为大家都知道四月很特殊，为什么特殊呢？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特殊啊？因为我们了解到四月二十号是雨欣的生日，所以呢，我们想提前把一个特殊的惊喜送给雨欣。哇，这份惊喜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现场。好，来，雨欣看到这份礼物，我想大家都很期待啊，这里面究竟是什么？给大家 unbox 一下，镜头看一看，打开看一看，这里面是什么？Christy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份礼物好不好？是的，这个呢是代表Penfolds 品牌送给雨欣的一瓶我们奔赴 Max 系列的珍藏款，叫大师承诺，所以它是叫 Penfolds 的 Max The Promise， 所以是一款非常限量的一款酒款，所以送给雨欣作为提前的一份生日礼物，非常走心的一份礼物。我想说这应该是今年第一份生日礼物，对不对？今年对。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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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在这里也祝贺雨欣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也谢谢 Christy 莅临现场，好像还有很多祝福要给大家，对不对？刚才忘了说，其实为什么要送这瓶 Max The Promise 给雨欣呢？就是希望祝贺雨欣生日快乐，也希望呢，在未来的这个道路上，越来越 Max， 越潜力无限啊，然后实力 Max， 好吗？谢谢，再次感谢 Christy 您的莅临，我相信现场朋友们很知道了您的用心，谢谢您，请稍事休息。哇，这份礼物非常的走心，我相信我们的雨欣以及雨伞们感受到了奔赴的真诚，对不对？好的，那今天在现场刚刚开场前的这段视频，我相信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其中有一段 X 的手势，我大概还记得吧？雨欣在这里有个不情之请，能不能给大家现场演绎一下这段手势？其实三个动作 Max， 对吧？对的。前面的相机低。好 ，Yeah， let's get started。前面的相机。上去，我不摆拍的三个动作。第一个动作，第二个动作，第三个动作。哇，太帅了！哇，每一个动作都击中大家的内心。现场的粉丝朋友们，你们学会这三个动作了吗？能不能一起来一遍？对啊，他后面我找不到他，他突然跑过去。手势我 ，Let's get started。再来一遍，一个，哇，太酷了！是的，我们看到现场的粉丝朋友们都 get 到了这个手势舞。那其实今天在现场，我们要真的非常感谢雨欣莅临到我们活动的现场，也期待雨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能够给粉丝带来更多的惊喜。再次感谢您的莅临，期待下次见，再见。谢谢雨欣。哇，雨欣真的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粉丝朋友非常的热情，再次祝福雨欣，祝雨欣生日快乐。好的，我们的 event 到此结束。